开心，你为什么要跟哥哥一样，这样子睡觉？好奇怪的，你们这种睡觉的姿势。起不来了吗？起不来了吗？今天早上太搞笑了，他把他的水盆打翻，他又一次打翻了，他可喜欢打翻他的水盆了。然后他的水盆里面没有水，早上我起来，他居然在他的水盆里面便便。哦，我刷了好长时间，你就是一只坏小狗，坏小狗。哎呦呦呦，起不来了，起不来了，起不来了。哎呦哎呦，好啦，进去吧。来，让我们熊猫上一下镜，嘿嘿嘿。好奇葩，会在自己水盆里面便便的小狗。